好，接下来我们就是要了解第二大愿。那在这个第二大愿的内容里面，我们先了解这个药师如来他要救度的里面提到幽冥众生。所谓幽冥众生呢，也就是亡灵、冥界的众生，又叫幽鬼。在根据经典里面，他的解释是讲说，死者的魂呢，住于幽冥界，但是呢，如果是遭非业之死，非业就不是寿终正寝。如果不是寿终正寝，是枉死，或者是他有愿望还没有达成，啊，悬挂着而死的人。他这个魂呢，就不安住在冥界里面，会成为幽灵，出现在就是他想要表达的那个世间。那又谈到啊，幽冥界里面还包括诸天跟鬼神，所以所谓的天是福报好一点的鬼。所谓的鬼是福报不足的，所以他是比较低落的。其实他都是属于幽，就是说不是我们色质身这么粗糙结构的，它是精神层次的，只是它的高低，所以我们称之为天，称之为鬼，还有称之为神，其实是一致的，一样的。那这个里面呢，有一些信仰，这个幽灵界幽冥的信仰，最原始是民族的大家共同的一种想法，就想说这个灵魂呢，这灵魂的存在，所以大家会对于死者、亡者有一种恐惧的心。在过去还有一些就是别的宗教里面。讲到人呢，如果做梦的时候，或者是说，肉体死亡的时候，这个灵魂，他们是用灵魂说，这个灵魂会离开这个肉体，然后就会到幽冥界去。所以有的人说做梦啊，乒乓啊，那个魂没有回来。那在这个比较过去年代哦，有的囡仔讲着惊，啊，这老母都会拜床母，知道哈？本爱都有尖尖意义，拜床母，然后又要呼唤孩子的名字，把他的魂招回来，这个都是所谓的一些想法。那又有一些说法，说到这个亡灵啊。死者的身世啊，会守护生存者，因为跟他有关系，所以这在乡下还有一些传言，还有一些做法是长辈死了啊，给待在这个田的中，待在田的中，叫伊好好做土力工，叫他好好照顾我们的那个田野。那还有人呢，当然这些。现在学佛有正知见之后，也不要笑看这些，但也不要执迷。就你了解人有各种不一样的想法，那所以自古以来对于幽灵都有很强烈的恐惧感。那为了要安抚这个亡者的灵魂，所以很多宗教就发展出很多不一样的这种祭拜的仪式。活着的人呢，就要固定的时候有饭菜供养他，那能够祈德，祈求他能够保佑我，那我能消灾。那有的是因为追悼他，就是因为你对他的这种情感，那你追思悼念他。
所以想要在这上面尽一点点自己的心意。那有的就是为了要镇压让他不要作怪，啊，我给你吃，你就好好啊，这样点点啊，狗嘞，不要作怪。所以延伸出很多很多种不一样的仪式，为了就是要安定这个鬼魂，令他不要加害于我们。那这些对鬼有没有真正实质的帮助？这个经论里面有很多经典里面，师尊有讲到，为什么会做鬼？为什么会做鬼？贪欲。为什么你贪欲之后会做鬼？我们慢慢来了解。在佛教里面，它是不主张灵魂是永远彷徨或住在幽冥界，好，不是主张这个的。所以佛教的这个里面它讲，因为我们前生所造的这个种种身口意的业，所以招感是一生的果报，也就是你现在是这样子的造作这些事，那你的果报就是你下一生。下一生如果是你是精神层次，或是你很贪很贪的这种，又没有资粮去成为比较好的下一界，你就是成为鬼。那当然有更差的是地狱。所以佛教在讲说次一生的果报，次一生的果报，你有可能是鬼。那如果在这中间期啊，在这中间就是你从人的身份卸世了，卸世，但是你有一些因缘，比如说你原生的父母的缘还有一点点时间还没到，那你还有一些要处理的，你在这一个过程里面还有你的执着性还蛮强烈的，那这种情形在这个中间停留的一种状态叫中阴身，他就不讲鬼，他就不讲用鬼这个字，用幽灵这个字。所以如果以中间值的存在，佛教讲是7到49天，就讲中有中阴身。那至于说为什么已经成为幽冥的众生，意思是说你已经固定形态的这个幽冥鬼界的众生。那我们来看鬼界的众生，根据刚刚所讲的这里面告知我们的这个意涵，在鬼界的众生他不应该出现在娑婆世间，他如果会出现就表示他有未完成的事情，那未完成的心念里面大致上我们可以来知道，第一有需求，第二有怨恨，第三有挂碍执着，大体上是这样比较多。那总说为什么会进入鬼界，因为贪欲，因为贪，那没有福德又无名，你不断的就觉得人家是欠你的，基本就是这样。我们来看一个人你现在生命结束了，你什么都没有，你心中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你第一个想到什么？想够欠我钱，我赶紧来找他，是不是这样？想欠我赶紧来找他，是不是这样？你是不是第一先找债务人？或是这件事我被放下，我不甘愿，有关系的人是不是赶紧去找他？就你什么东西最强，最强在你这个人身上。一个永远不足的人，永远都觉得人家对不起我，然后都永远觉得不能满足，众人他是非常非常的贫瘠的，这种十恶当鬼，
不是你在世间以为说，你在世间以为你有，你死了就一定是有，没嘞，不是这么一回事。你的心中啊，你的心中永远是不足的，永远有一个不满意的地方。就是肉体死亡的时候，这些万般带不去啊，这些物质你都没有办法再受用了。你还是心中一直渴望着拥有，你想要那个贪念啊，那个贪念很强烈，就会让你不安。然后你会，人死了的时候，其实生命的很多账都会做总结了，死前会倒带，死前所有。这个这辈子80天中种得进去的东西，它就会像幻灯片一样，很快速、很快速的，让你再看一次，都是自己放不下的那个情境，但是读的都是自己的角度，读的都是自己的角度，就是那个恨、那个那种爱、那种喜悦，然后人家对我不好的东西。就很多人念头里都是垃圾，那他死的时候其实都是痛苦，他记恨的都是这些。所以为什么人要往生的时候，我们要帮他提起正念，我们要转他的意识，要告诉他你一切都圆满了，这世间的东西都没有什么好眷顾的，那你要清净的放下，你要念佛，你要往生。因为这个意识里面，其实我们人一辈子好坏都有，但是如果你最强烈的都是这么贪，你最后所有记忆的东西都是这些最重最强烈。那我们来看资粮不足的时候，一定去找债务人嘛，或关系人嘛。那如果你这个人呢，心中啊活着的时候，你这个人的身口意的行为都在帮助别人，都在帮助别人。今天死亡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这搞清楚，我们死亡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今天报死人一台车，好某一个病院啊，我死的时候，这台车就在我的车库，不是这样啦。今天也不是说哦，我活着的时阵，我报是1000万；我死的时阵，扣钱都1000万，嘛不是安尼。他不是物物交换，就是回来，不是。他得的东西是我们法身的东西，绝对要清楚。就是你内心里面智慧的开展，你的自在，你的平静，你的欢喜，你这个清净法身的清净度。那如果说这个是功德啊，那如果说你做的是有形的，那你真欢喜哦，我来帮助人，人给我鹅肉，又给他挂一个表扬什么善人，就感激机，这个我一直缅怀在心，心中是愉悦的，在愉悦的状态之下，他就是福德的，有福德的鬼啊，因为你在帮助众生的时候，结构的。环境结构的因缘，等到这些人的条件跟你一致，他也不再有色身的状态之下，这是法身对法身啊。我们说神识对神识好了啦，灵魂对灵魂，也依然有过去的恩怨，所谓好的部分嘛，过去的关系法的延展。那你如果是一个内心啊，一直是跟人家仇对的，那当这些环境因素啊，就大家都转换之后，是渡掉兵嘛，是赶快被追杀，招来招去，口口鼻你啊，纠葛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要看你怎么选择你的下一世嘛。你现在就在为未来创造嘛。但我们学佛的人都知道，我不要创造这个。我想要的是毕竟解脱了生脱死，是不是？
那这个地方我们再来看，当这个鬼啊，这个冥界众生，他为什么最后一句讲随意所去做足事业？我们这一辈子到底有没有在做事？做什么事？人活着，从你呱呱坠地，然后你到读书之后，攒钱，整有要讨口饭吃，在这里面，你是不是生命一直有生口意的运作？这个就叫事，生灭生灭法，这就是事。那里面到底是什么业？是不是功德法财？还是所谓放不下的世间的这种造这种业果的业，轮回之业？我们有没有？有。所以这里的做诸事业，不是说我来去冥界遐开一间广山，或是希尔顿大饭店，都不是。这里面在讲说，我们这个为什么会冥界众生？你会发现，你生命里有很多不满，你有很多，你有很多是，就是不好的，都是负面的。但是你都没有结过善缘，你没有那个资粮。那你没有这资粮的时候，你一定在这个冥界里面呢，就是四处躲藏的。四处躲藏的这种鬼，四处去讨食。所以鬼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在出家人就我们寺院一定会有出席的出食啊，就是因为这个鬼常常是饥饿的状态。那我们看哦，如果说这个有一个契机，有一个契机让我们去比对，原来怎么有这个样子的，这么的样子，其实就是讲佛啦，怎么有这样的一个样子，这样完整的光芒跟这么干净，身如琉璃，内外通彻。这个时候又身善安住，功德巍巍，啊，驾大尊，相形之下自己是个小鬼啊。你说你是小鬼之下，你会怎么样？你会震慑住。那鬼哈，看到这个鬼的身体，其实差异很大。我们一般来看哦，鬼为什么会有鬼的形象？知道为什么吗？着自己的相。鬼为什么会有那个相？那个果报，那个果报的样子，是因为他爱自己的相。着自己的相，这众生在死亡之后，他的能量释出啊。那这能量释出的时候，如果他是很执着，很执着，心思是很仇恨的，他的那个中阴身呢，他那个中阴身又臭又黑，又有他的样子。那如果你看他，这是一个修清净的，然后他身心健康的，他修为上面是愉悦的，不执着自己的，你就会看到他这样透明或是北部，然后比较扩散，他的样子不明显。然后当然这个中间可以加以度化宣扬佛法啊，这个一定要透过跟他有关系的人才比较容易接受那个讯息。你没关系的啊，他只是着重在自己的物质啊，自己的贪欲的满足上面。那我们来看说冥界众生他跟我们人的关系，我们人到底会不会怕鬼啊？在座老实说，你到底是会怕鬼还是不怕鬼？会啦，有些时候虽然看不到还会毛骨悚然冷冰冰，对不对？有些时候就不知所以然，就是会怕，那怕就不知道从哪里来，对不对？
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色质身啊，我们这个身啊，它是有很多种的质啊，然后它结构起来还有我们的细胞还含了水啊，含了很多矿物质的东西。那当我们死了的时候，这个矿物质的东西它就不再循环，循环是不是也掉掉？那当我们死了的时候，这个矿物质的东西它就会垮台，然后分解。那分解的时候，这些水分是不是流出啊？地水火风会有外分解、内分解，它在流出之后，是不是有轻飘飘的东西？就是我们神识、那精神层次的东西，啊，这是能量。啊，这个能量浮出来，那浮出来的状态之下，就是属于我们的中阴身。啊，如果一直是这种状态，就最后就叫鬼嘛。啊，为什么呢？因为鬼跟人，鬼就是我们现在活着的人的一大部分。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肉体色质身以外的那个部分。我们有一些想法，一些习气，有一些生命的能量、热能存在。那这些呢，所以鬼跟人中间，它是可以直接靠过来，而且你精神所发射的东西，它绝对马上知道，因为它不是用语言，它就是用精神层次。比如说我们这是一个人，然后鬼就是这个的值，这里面的值去除物质的部分，所以它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跟这个轻飘飘的跟人就可以贴合，也可以靠近，对不对？也可以靠近。所以人为什么碰到鬼的时候就是会有那样子的，就是毛骨悚然。所以为什么修行人不一度的鬼会度到嘛，没看我啊，正气泯然完整。那我们说度化幽冥众生哪一种最有效？你度化幽冥众生哪一种最有效？禅定最有效。因为我们一般人来讲，我们一般人是不是活着的时候是心浮动的，心是不是都在外面？你人是你在攀缘附会，在这个一切六根对六尘的情境当中取情境的时候，你整个人是向外的，其实你整个人是破损的，你是破损的。那如果说你这个人有羞耻，那羞耻就是说他的整个值啊，他整个的值，精神啊、物质上，他都转，那转到一个饱满的状态，而且他是定的功夫，他定的功夫，他就是全面的，他全面的安然处在极然的禅定当中。所以这自身上安住嘛，身上安住，然后你在，因为你的精神层次、智慧、愿力，所有的一切庄严而尊重，不怖畏，没有畏惧。这个时候，你的定的功夫、定状态之下，它这个所有的一切也是打开的。有悲怨的时候，是有光芒的。所以要度化冥界众生，是什么为第一？定的功夫能够把你智慧的光芒所有一切展现出来，它不是一个乱晃的。那这个地方就是说，要度化这种冥界的众生，这个药师如来他说功德为身善安住，焰网庄严。那他这个光芒，智慧的光芒，他完整，他去修持到完整的时候，那这个呈现，直接在这个幽冥众生的面前呈现的时候，这幽冥众生他会反射到自己，因为佛光可以透射。我讲说见佛光的故事给同学听，说有一个出家人，那有这个出家人呢，他的烦恼相，出了家可是道业还不够精进，有心啊
可是呢，就是有心，可是常常就是无名的习气会犯啊。然后有一阵子，他就很惭愧，每天就礼佛拜佛。礼佛拜佛呢，世尊在经典里讲嘛，他说如果我们忏悔啊，我们真正的忏悔，对累生累劫所造的诸恶业，我真的从内心里真的惭愧，惭愧之后我又发愿，所有的过去生过去世的这些恩怨的众生呢，我都向你们对不起，然后有任何的因缘我都愿意帮助你，我都愿意回馈，我都愿意跟你共振菩提。他就深深的惭愧，深深的忏悔。他惭愧忏悔啊，就慢慢慢慢，就像佛讲的，会有瑞相现前。当你忏悔清净的时候，是有瑞相，没有错。佛在很多经典都有讲，那么一般呢、啊、不懂，他说啊，我嘛靠噶，我做忏悔，那么又过去做唔着代志啊，迄忏假的。要唱脏个包给那里，你看啊，唱过去啊，未来个个听。其实那种就是来来去去，真忏悔是该往修来。十相忏悔里面，他本身在忏悔之余，内心还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还要把那个清净啊，那个禅定功夫啊，禅定功夫修出来，空了解这些是毕竟空，过去无明嘛。那众生跟我结构也是无明，但是我现在知道空，众生还在无明中啊，我还是也有耳后的因缘法，我不是逃避，我是用菩提心、菩萨行，这样来圆满以后任何的因缘法，所以以后的因缘法已经不是我在心念中的结构，而变成转为清净的菩提愿。话说这个师父，他就。开始很惭愧很忏悔，他就用这个忏悔法门啊，忏悔法门哦，忏忏忏，智慧是还没现前，因为智慧现前你本身还有很多很多的修为啊，深入经藏啊、哦、还有很多的功夫要做，还没，他就忏悔忏悔，忏到有一天他在睡梦中啊，睡梦中哦，就是念佛，然后祈请十方诸佛诸菩萨，弟子想要好好的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修行人，但是这个忏悔啊，这件事情啊，我也彻彻底底的感同身受了，我也愿意改变我自己，诸佛菩萨请为我证明我真的是这样，然后就睡着了，就睡了，他睡到梦中，他这个梦中睡的时候，他就悠悠的在梦中还是念佛，就梦到他找不到家，找不出了，梦到找不到家，那你知道他家在哪里，然后他就要找啊，就一直找，就哭，在梦中就哭，我到底我家在哪里，其实那个就是内心的寓意啊，就是找不到家，他就哭泣，在梦中嚎啕大哭。那嚎啕大哭，嚎啕大哭，就突然间他哭哭哭哭到声嘶力竭，我靠啊！哎，感觉心拢吹起来，吹不出啊，你足伤心的。突然就是光芒现在他的面前，就是有一不是一道光，就是那个光芒现了，然后他从梦中。马上醒过来啊！马上醒过来，一段肚皮整个人跳起来，跪了，阿弥陀佛！他就直接跳起来，然后就阿弥陀佛，那个光还在。然后当他自己合掌念阿弥陀佛，佛啊！然后真的刹那之间，什么东西都切断了。然后念阿弥陀佛，醒过来，一肚皮整定，我保安，所以跪起来，阿弥陀佛。忏悔忏尽了，见佛光瑞相。他在描述他见佛光，他说那个佛光啊，
那个佛光现的时候，你什么念头都没有了，你什么喜怒哀乐爱恨情仇，连你自己这个人都没有了，很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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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太阳也不是月亮，就是很亮，可是不会害怕，就是不会害怕，就是完全的明亮，然后你什么都没有，好，那个是你没有办法解释的光芒，然后刹那之间顿切所有业的想法。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很多经典里面，黄色黄光，赤色赤光，青色青光，白色白光，还有说见佛光的时候有多灭多少罪，因为他所有过去的罪业那个概念刹那之间全部终止停顿，什么都没有，消云掉。当他在合掌阿弥陀佛佛啊醒过来的时候，一切是空的，体会了空的意境，重新发愿，从出生开始修了。这才叫做开始修呢，你没有就是落法就去修啊，你在做哦，也要读几部阿弥陀经，上几千万遍的，卖个几千万遍，你不要搞，几十万遍的三万九，就是叫做的修。这个是叫什么？圆修。这是圆修，借有很多法门。然后但是你修到契入佛性，开始是悟后起修呢，那是真修，那是真修。禀涛来发愿，开始第一秒开始称性清净的修，这是只是介绍佛光，这是活着的人看到的佛光。但是幽冥众生呢，他看到这个佛光的时候，跟我们活着的人是一样的，其实是一样的。那佛他有意愿，他有意愿说我来是得菩提时，因为有太多的众生了，我们到底人多不多？当然算起来很多啦，你现在这一个地球有多少人，食物也不够，对不对？人很多。好，那我们看蚂蚁多不多？哎，好像比人多，一窝的话就赢过我们这现在坐的人了，只要一个蚂蚁窝就赢过。蟑螂多不多？也很多，把沙嘎照弄假贼，好，是不是都很多？那这些六道众生多不多？多。每一个众生死了，是不是都叫幽灵？多不多？不是狼戏在戏呢，狗儿有没有魂？有啊。那所以这个幽冥众生，他当看到佛的时候，其实跟我们活着的人看到佛的反应完全一致。因为这个佛之所以成就以清净法身啊，有相或无相，身如琉璃，然后这个光芒现，它涵盖了什么物质的跟精神的都全部是圆满的。你该以物质的献给你，就以物质有相献给你。你该以精神层次让你体悟，就以精神层次让你体悟。这是众生相应的办法。所以它是用应报不是法，让你去体悟。这法身应就是三身让你体悟都可以的。那幽冥众生看到的时候，这个切断了他的那个贪欲，切断了他的贪欲的时候，他会发现怎么有这样子的完成，怎么有这样的圆满啊，这样的是没有见过的。刹那之间呢，他会发现自己污秽矮小，就是破损不堪的这个自身，因为鬼还是有鬼的相。当你比邻这些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那个时候佛还会释放，就是如大圆净智嘛，释放让我们，你当你这些杂念都没有的时候，你的心是清净的，你会明白，你会明白，明白。虽然你这时候切断，可是切断之后，你体会空是刹那，之后你会知道，你过去生、过去世跟所有一切前面所做的东西是多么的龌龊不堪。知道，所以你一个修行人，你说见空性之后啊，空空空空没事，错了。
他什么都很明白，只是他不会执着。他也知道自己做错什么事，过去有什么样的样子，等等等等等等等这些。你要真心的去接受，都了解明白，只是知道他的道理是空的，过去是因为执着而结构。那在这里面呢，这个幽冥的众生自惭形秽，他会了解原来我一直积极追求于这些东西，所以会导致的我这样轮回不断啊，这个鬼魅之身呢，非实有，应该要如佛的这样子的清净的这个不可言喻的身。当这样的时候，是不是提起正念？是不是随意所去？所以这个心意啊，发展志趣，那你这个随意所去，会知道什么？我该把所有我没有做好的，全部去补足。我该承担的，我就勇敢的去承担吧。我再也不会否认，就是不想承认我应该面对的，我只是在幻想中，所以就会勇敢的知道我应该继续去做些什么事，而那个意趣志趣出来之后，就有勇气去接受完成想要完成的这些事业，而这些事业就不是追逐式的事业，而是要修行要圆满的福德，这个功德的部分，这个就是第二大愿它本身的内涵。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诸佛菩萨他为什么能够自由的真实的帮助众生，这个都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在六道当中，九法界里面没有障碍。那鬼好容不容易看到鬼容不容易看到这个佛，鬼容不容易看到佛？我们想想看，鬼容不容易看到佛？他如果心没有静下来，没有起惭愧心，没有起惭愧心是看不到的，真的是看不到。我们如果说有人往生了，都在那，我们大家打拼来念，大家功夫很好啊，念到佛也很相应的啊，对不对？他就看不到。如果他没有正念，说鬼需不需要还要法的输送？要。虽然世尊这个是药师如来，他说我得菩提时，然后等等等等啊，然后幽冥众生心蒙开晓，应该这个不贵啊，因为他的愿呢、啊，弥陀也有愿呢、啊，如药师如来也有愿呢、啊，应该是没有鬼啊，因为他是不是他愿意呀、啊？愿往庄严啊，过于日月，幽冥众生看啊，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幽冥众生？所以你做人就修，做鬼嘛爱修呢。做人就修，做鬼的时阵哦，爱靠啥很修？当鬼的时候，你要很主动的意愿啊！我这个是鬼，我爱修，可能都袂记哩，不是这样。做鬼的时候，他主要他是意识身，他是精神层次的身。所以做鬼的时候，如果他还能够得到某些讯息，回光返照，去知道自己惭愧，啊，发起善心等等，这要靠活着的眷属不断的输送，他还有那个善因缘，活着的眷属的不断输送，启动他那个惭愧忏悔，启动正念。发起正念，如果这些事情都没有做的时候，这个鬼只是不断重复在受报，一直到受报报尽，到报尽了、啊，反正就是多久多久贪婪啊等等，那不能满足，然后到报尽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因缘线呢，他去做什么啊？猫啊，阿猫阿狗啊，老鼠蚂蚁啊，这样子。
愚痴嘛，可是他的那个鬼的恐慌啊，这些贪婪，这些已经报尽了，你永远要不到嘛。你贪，可是你永远拿不到，你拿不到还是在贪，还是在追索，还是拿不到，这就是在报啊，一直报报报报报到什么？所有你可以想象得到你想要的东西都不可能实现，是不是画了一个删掉了一种？你想白米饭，永远不可能吃到白米，你就不会再想白米了。过想嘛无好，过来想米，我这样意思啊？过来想水沙，过来想美女啊？那这些都一直画掉画掉，这就在爆啊！每一个渴望都没有办法达到满足，然后一直爆爆爆爆到爆尽的时候，愚痴而已啊！愚痴而已，不要以为鬼就会这样消失于无形，不会。他会当愚痴的众生，习气会带着他的业，这个业缘，他的原生父母，然后就去了，参与了。所以在讲到这个鬼跟人的关系，活着跟你当鬼的状态，还有你是发愿的菩萨，或是你要往生净土，清净的愿力做前导，全部在你活着的时候再做决定。那死亡的那一刻，如果你这个善念一直是开发着，那你的愿力一直是持续着，一直有正确的讯息，禅定的功夫也够，然后意识的这个东西能够掌握，修行状稳定的，这个时候才能够不受这个鬼的报啊，这个业力牵引，而当冥界众生。今天要讲的是说，诸佛为什么能够办得到？因为他看九法界的众生是平等的。可是我们看呢，我们看众生是不平等的。我讲有一个男生碰到鬼的故事给大家听。那个男生呢，这个男生他大学毕业。大学毕业之后，他同学出了车祸。他同学出了车祸，同寝室的感情很好。这同学出了车祸就往生了。那往生他们大家很难过，因为他毕业一个月而已嘛，感情够就好了，都当兵都还没去啊，他很难过。然后大家就集合起来为这个同学送地藏经，送地藏经，再送弥陀经。然后因为他跟他同寝室，感情实在有够好，然后他就跟他同学讲说，你到底现在怎么了，你好不好让我知道。哇，有影，等下来跟他说，他跟他叫啊，他就跟他叫嘛，他跟他说你到底好不好，你要让我知道。好，然后他就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发现怎么不是一个同学而已呢，跟他整间寝室都甜甜啦，温度急速下降三四度啊，米皮盖未烧啊。然后他就一直觉得他就没办法睡，就是精神就是没办法睡，眼睛闭着也不没办法睡，假装我要睡着也假装不来，很苦恼。那很苦恼，他就看到因为是车祸嘛，他就看到他那个同学头缺一边，就是弄就下来了，他就看他缺一块，然后他就一直为他说法，他跟他介绍人有清净的佛性，有影都听无，都听无啦。就是他就一直说你要放下，你要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你要怎样？他就给他介绍弥陀经，给他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然后他一直介绍，都是听无，听无，大刚暗时就徛遐。阿爸就金金安尼解看，乌安尼，啊，感觉规间拢全人，又想讲奇怪，我着阮同学一个人，哪会遮济？哪会遮济？原来因同学晚清这组当贼来，因为他是一个佛弟子呐，他真的很有心呐，然后很苦恼，整整三四个月，他真的快崩溃了。没困呢，然后他就一直觉得他同学来，那有时候他晚上
他说你不用来，他说 让我好好睡个觉，你不用来找我。因为本来叫他说你让我知道，因为他就一直让他知道，后来他就说你不要再来找我，我需要好好睡觉，我很怕你。结果他的同学还是来，可是站得比较远，站得比较远，这样他也是没办法睡。于是他就心里想，哦，怎么办？他就想遍了所有的办法。然后就有人跟他介绍，有人跟他讲说，哎，要不然你改派嘛，改派就对了。他说我都派不下去了，他也没给我安怎，我为什么要派他啊？他只让我失眠而已。对不对？因为他还是慈悲的啦，他就觉得凶不是道理啊，他说你走吧，你去吧，你去嘛，也没有道理啊，因为他听不懂，他听不懂，就是你鬼也有智慧的鬼跟没智慧的鬼啊，愚痴啊，他从来没有熏习过佛法，凶凶谁凶给整套都没印象，他就很烦恼。就有一天啊，就怎么破除他那个鬼的概念，所以有一天他就没法度啊，就请金刚经，你知道是金刚经，他就一直诵金刚经，一直诵金刚经，哎，怎么越诵就越想哭，他就一直诵金刚经，一直诵金刚经，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步哭，两步哭，三步哭，每天诵金刚经就一直哭，一直哭，就心里想说，我是谁？谁是我？那世尊所讲的东西是什么？他就一直想读金刚经，就一直哭，一直哭啊，晚上的时候。就一直在问我是谁，谁是我。这个时候他看到他的同学比较模糊，比较模糊哦。那他又一直读金刚经，读读读读读读，读到有一天他说不对，这样我读也不懂。他就去请那个大德的注释，大德的注释。那大德的注释就跟他讲说，人有清净的佛性，所有众生皆一致，六道众生皆一致，连鬼也一致。你不可以我像人像众生像受者像，你不可以拒绝，你也不用害怕，你什么其实所有的都是一样。当他听到这里的时候，他好像觉得他脑袋是破掉的，他觉得他的脑袋是破掉的，因为他怕鬼，是因为他把他的同学跟他跟众生看成两种，他把看成他是不一样的。然后他说，他心里想说，真的是这样吗？恍然大悟，原来九法界六道众生是因为我们的心才有六道。然后真的，真的所有的众生跟我一样，我的同学也跟我一样啊，有清净佛性。所以我告诉他有清净佛性，其实我还没有摸到自己清净佛性，因为那不是我的法，那个是佛的法。那当他读金刚经，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法相、非法相，啊，如梦幻泡影。所以说，然后众生都跟我一样，鬼也一样，谁也都一样。我爸爸妈妈、我家的狗啊、猫啊都一样。昨天被我踩死的蟑螂也一样。当他却发现，这个世界根本就是没有隔阂的嘛。他的心软了，他心释放软了，然后他就开始。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他说：“原来一切都一样，原来众生都是佛。”他不怕，他就不怕这个同学，不怕鬼。就于是那个晚上，从此他就不失眠，他就不失眠。那我问他说：“那你还看到你同学跟所有的一切都存在？”他说存在，可是又像不存在，一点也没有干扰了，因为原来的干扰还存在，我想要感觉跟我害怕，就是因为我害怕跟我感觉他的存在，加重了他存在的那个有的没有的意识非意识的东西。啊，我就问他说，那你觉得他们还是存在吗？他说存在，但是完全不能干扰，
因为这个孩子变，他变，他的清净法身已经在转，他那个清净度看九法界看众生平等心出来了，他的平等心出来，他不拒绝，他不拒绝，他整个人就完整了，而这个鬼跟他就不一样了，他就没办法靠得那么近，所以他就在学这一愿。同学听到这里会不会觉得有所启发？我们有很多世界是不懂的，我们有很多佛诸佛菩萨的修行我们是不懂的，愿力跟他完成的东西我们也是不懂的，我们只是包裹在自己的害怕里面，恐惧颠倒梦想，不能究竟涅槃。